我现在到家了，这是我的午饭，泡了一个麦片，然后这是刚刚买的糖醋排骨，还有笋丝咸菜，然后这个是蔡林记的萝卜干，然后这个是刚刚买的爱远城。点了他们家的招牌罗宋汤，这个是全家，然后我点了虾锅小馄饨。好吃，点鲜辣粉跟麻油，灵魂出来了。慢了，慢了，慢了。早安，今天是周二，我现在送毛孩子回家。走走走了，宝宝走了。我来逛超市了，麦糖，拿一个这个蚕豆，好香好香好香。买包的包子，
学车的一天，我来买咖啡。买了厚拿铁，小蓝杯这个新出的还挺好喝的。早安，今天是周六啦。今天新开了一个 Thread 的粉丝团粉饼，觉得还蛮好用的。打开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买来一直没用，这边拿出来的时候被压到了。今天第一次用，觉得还挺好用的，粉质也蛮细腻的。今天天气好好哦，好晒。So come and go